军113年的1到10月，打击诈欺的成效，有查获诈欺集团26件，期货嫌犯319人，查扣不法利得新台币3亿2130万余元。至于防治诈欺面向，是成功阻拦了一个诈骗案，有171件。有的时候啊，讲很久，他就是一定要汇款，找很多人，不相信警察，相信诈骗集团。这个实在是，我们很努力，拦阻金额达新台币1亿2882万元，成果斐然。